蟹出海口黑面皮鹭的话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那这样子，国家跟我们在这边盘点的话，是密度最高的，是母的哈、哦。它的腹部，它的腹甲是月条形的，它的腹部这边尖尖的，三角形尖尖的，这是公的，公的。那相对公的体型比母的还要大。来了这边来，我们来看陆蟹的虾，一米多的深度，来打洞打下去的话，它会有地下水。那如果没有地下水的话，洞穴里面相对的湿度会比较高。跟六到九月是它的繁殖期，数数量标记数数量，我们数到8000只。它的深度取决于它的地下水，它要打的深。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做专养，一种叫做混养。专养就是我池子里面全部都是养虾，不养其他物种。混养就是我的主要物种是虾子是辅助的。对，咖喱告白啦，告歌咏，摆博东西生命混养。草的话，蚊子会来，蜻蜓会来，它会在水里面产卵，产出来的卵孵化出来的幼苗就是变成虾子最佳的食物来源。沙虾的价格，你看，你别看这么大哦，这样子一斤可能就要300-400块了哦。小只的是那白虾苗，这个大概养了2个礼拜。目前多少？大概1度左右嘛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盐度计，我们就知道它盐度有多少。Yeah.
学业会突飞猛进哦。我们是全东南亚，除了大陆不算，最大最大的妈祖庙，主神叫做龙立门妈。这里也是三年一次要设祭，好建教祈福，那我们就会到这个地方去祈，就是去请水。屏东的王船呢是游天河的，所以最后会怎么样？烧掉，要游天河。可是我们这个是游地河的，所以我们是只会把它推出来，顶多就是去绕一绕祈福。推出我们不会换，它是破的船，到现在在这里。